终于到鼎湖生态园区了，你看后面的昭和鹰是不是开得非常漂亮啊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也要到前面去看，这里呢有一颗昭和鹰鹰王跟昭和鹰鹰后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在鼎湖的这个出入口这边哈。那往左手边呢，就是裴子统领大会通往奋起湖的部分。那前面呢，就是那个鼎湖的福德祠。那我们呢，要去看昭和鹰后的话呢，就是要往右手边大洞山出入口的地方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鼎湖生态园区这边呢，也可以看得到一大片的茶园，然后呢，远处呢还有这个昭和鹰点缀，还蛮漂亮的。阿里山鼎湖生态园区拥有梦中竹林步道、天然原始林栈道、深河化石等奇特景色，也是大东山登山的出入口。假日总是吸引许多登山客的人潮。脆笋一大包100块，小包的。好，前面就是昭和鹰鹰王，这一颗是鹰王，然后呢，这边是鹰后。好，我们进来看一看。2月正逢阿里山的昭和鹰盛开的时节，在鼎湖生态园区可以随处欣赏盛开的粉红佳人。鼎湖茶庄凤姐更在私人土地上种植了昭和鹰王与鹰后。这一颗是鹰后，另外一颗是鹰飞。每年昭和鹰盛开的时候，茶庄主人凤姐都会在昭和樱花树下办理赏樱音乐活动。好，谢谢。在一大片的粉红色樱花树下欣赏音乐飨宴，真的是人生中的一大享受啊。昭和鹰是染井吉野鹰的食生种，原生种产于日本，在鼎湖步道随处可以欣赏到樱花与各种奇花异草。
观音石啊，观音石它就是一个造型有点像观音的头像的一个大巨石。整个环湖步道包含了龙珠石、观音石、铁达尼石等奇特的岩石景观，也可漫步欣赏茶园风光，适合一到二小时的健行。想要前往鼎湖生态园区，可由台18线66K 附近，在迷湖步道前方100公尺处左转约4公里上坡后转入鼎湖。有谁知道这种花的名字呢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前面往前走，龙珠石。是巨石博坎，就是用大石头把它砌成一个博坎，然后呢上面呢就是一个那个茶园的一个部分。在鼎湖半路可以看到一个赏樱的茶园秘境，整个粉红落英缤纷，真的是非常美丽。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赏樱景点樱之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樱之道这边，昭和樱也刚好在开。好多人哦，樱之道步道。晚上六点开灯，所以可以欣赏夜樱。他这里啊，晚上也会开灯，所以会有可以欣赏夜樱的地方，晚上的那个樱花。樱之道位于石桌资讯站旁，长度为130多公尺，步道旁种植昭和樱及山樱。这里的一大卖点就是在赏樱时期，每日的下午六点至十点，夜间步道旁会有点点的灯饰亮起，灯光衬着花色，带来不一样的夜樱之美。
樱之道后面还有云海，这样搭配起来还蛮漂亮的。好，整个樱之道我们全部走完了，结论就是步道长度不长。那今天来呢，这个昭和樱开大约80%左右，那下礼拜二八连假应该是可以开到满哈。所以如果要来欣赏樱之道的朋友们，就把握下礼拜的时间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上去了。